不是江宁的，你不是主唱人的，你这。写了那么久，你不能够唱得唱得出来。咿呀咿哟，你不如不。学的最久了，全勤的，都是全勤的呢。而且哈，蔡老师越唱越好听了。对，我说实在，其实哈，本来就越歌哈要常常唱，常常唱那个声音就会越唱会越觉得那个会进入那个意境，怎么样？那个第三段的歌曲，第三段的歌词吗？歌选，
和弦。对，这是西嘛？对，西。然后再是一脉。一脉。一脉吗？对。二脉。二脉就是 D C D E F G D。二脉，嗯，二脉。然后 C C D， 然后到 G7，57哈。